这个男的清新脱俗啊，长得像我的理想型。仔细看，哎，陈麦冬，我的旧情人。穿衣服就可以了。那不危险吗？还隐私密。那个大男人还怕搂腰？有赘肉啊？你现在话怎么这么多？我本来话就很多啊。你小时候可不这样。怎么样？自来熟。不好吗？你没发现我刚凭一己之力扭转了尴尬的开会气氛吗？求你还是安静点吧，至少没那么烦人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大家都很喜欢我呀。陈麦冬，你是不是有一点不自在？哎，陈麦冬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对你还有旧情吧？说实话，我在高铁上看见你的时候，虽然没有立刻认出来是你，但是我的心里还是小鹿乱撞了一下。我心想，这个男的清新脱俗啊，长得像我的理想型。仔细看，哎，陈麦冬，我的旧情人。干嘛急刹呀？下车，把你拐杖给我。你这眼睛看到我现在还拄拐了？不是，我说你两句，怎么还抢劫？你说我疯？干嘛呢，老头？我报警了。陈麦冬，你真狠，这包比我都贵。庄姐，刚才看你踹人的时候，腿挺好啊。那是个肾上腺素，懂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这定制的假肢也不是白给的，下午接受枪出了点问题，磨一阵还是能继续穿的。所以你是在故意逗我的？你不会以为我故意？逗你？你说哪部分啊？我装瘸还是那句你是我的理想型和旧情人啊？都有。都是真的，也可以都不是真的，看你怎么理解。